你敢信燃灯竟要率领灵山众人将如来揍成猪头，只因其回眸三笑导致灵山破产。如来三笑，灵山生死难料，我裂开了呀。如来啊如来，你就不能控制一下你自己？每次一笑我们就倒霉一次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打死孙小五，反倒想打死你啊。我们也忍不了了。啊，你个 DJ 佛，你们蛋疼不是冷静一下？你不要过来啊！救命啊！你个 DJ 佛，一群王八蛋下手真黑，我严重怀疑你们公报私仇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打死孙小五，打死孙小五，打死孙小五，打死孙小五。说到底就是因为他，我们灵山才如此凄凉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尼玛，好险好险，还好我聪明机智，及时把仇恨转移给孙小五了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万年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这就是现实的写真。想我与如来也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佼佼者，也是引领一个时代的卧龙凤雏，如今便是被孙小五给拍死在了沙滩上了。而如来此时正以45度仰望天空，只为不让眼泪流下来。打了一辈子猎，终是被鹰啄瞎了眼。罢了罢了，是他孙小五赢了。佛祖，咱们难不成就这么算了？不能够啊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咱们应该振作起来，比任何都要坚强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我何时说要算了？我承认计谋不如他，从他出世到现在，我们与他斗智一次也没有赢过，可我们又不是非要与他斗智。啊，对对对，摊牌了，我们直接不玩了。上天庭打死孙小五，打死孙小五，这直接来硬的封印他。老君与镇元子那里是不是有些不好交代？孙小五勾结摩罗，害我灵山家破人亡，于情于理也得镇压他800年，至此800年后让他出来进行大劫。让我去，我一定打得他们满地长牙。你一个人行吗？你一个人确实不行，我带弥勒佛与你一起，其余人各司其职，负责重建灵山。燃灯，你就坐镇灵山，防止老六偷家。好，我带大家守水晶，但是如来你也要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也不能再笑了。孙小五受死。
不用，你们别这样。